下一个我们来开箱。那下一个我们来开箱这个 Ricoh。那下一个我们来开箱这个 Ricoh Pentax Up 8-16倍，然后镜片大小是 21mm 的双头望远镜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开箱这个 Ricoh 的 Pentax Up 8-16倍 21mm 镜片大小的双筒望远镜。那接着我们来开箱这个 Ricoh Pentax Up 8-16倍的 21mm 双筒望远镜。OK， 那盒子里面有一张保证卡、啊。那盒子里面有一张保证卡、啊。然后盒子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盒子，然后盒子里面又有另外一个盒子。里面有一本说明书，然后有一条防丢绳，里面还有一条防丢绳。里面还有一个仿皮的，里面还有一个像皮材质的收纳袋，然后它还发霉，然后里面还有一个仿皮的。里面还有一个仿皮的，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皮材质的，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皮材质的软软 QQ 收纳袋，那里面还有一个皮材质的收纳袋，然后这个皮的材质还发霉了，然后里面还有附给你一个，里面还有附给你一个发霉的皮的。然后里面还有附给你一个发霉的皮的收纳袋，然后里面还有附给你一个发霉的皮的塑胶袋，塑胶袋。然后里面还有附给你一个发霉的皮的收纳袋。然后里面还有附给你一个发霉的。皮的收纳袋，OK 啦，那这就是我们的。
OK， 那这就是我们的望远镜本体啦。那我们就稍微来看一下它的外观的部分。那它的眼镜眼睛这边的保护的盖子呢，它是两个合在一起的，比刚刚那个好，就是它是两个粘在一起，不会说哦我怎么掉一个然后就找不到了。这个比较大，比较好收纳，然后也比较好不会掉。Jesus Christ。OK， 那这是我们这一个。OK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望远镜的外观跟做工的部分。那第一个看到的这个盖子呢，还不错，它两个粘在一起的，就比较不会说哦，我一个掉到地上，然后就找不到了。这么大，掉到哪里应该都还蛮清楚的吧？那这就是我们的。OK， 那这是我们的 Pentax 望远镜。那接下来 ，OK， 那这是我们的 Pentax 望远。OK， 那这是我们的 OK， 那这是我们望远镜本体啦。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它的做工跟品质。那第一个看到的就是这个双，就是它的眼镜这边的盖子呢，它两个是粘在一起的，就你比较不会哦，我掉一个啊，或者是两个盖子找不到另外一个，对吧？就连在一起，比较不会弄丢。然后它这边的眼距调整真的是流畅滑顺，然后这个望远镜的眼距调整真的是超级流畅、超级滑顺，就超级完美，就是你细微的调整一点点都 OK， 就这个做工还不错。然后它整个外观呢，它是有一个，那整个外观呢，它是有点像是软软 Q， 那整个外观呢，它全部，那整个外观呢，它是一个很神奇的材质，就是有点像是缓可以抗缓冲的那种材质，所以它可能就是怕你掉到地上嘛，它整个。就是有一种像是鞋底的那种材质。那它整个外面不是，它整个外观全部都是一个很神奇的材质，就有点像是鞋底那种比较硬的橡胶吗？还是什么的？就是它感觉就是专门设计这样子，就是怕你掉地上吗？还是怎样？就是可以抗缓冲吗？就我帮他们瞎掰的，但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个设计理念。然后呢，它前面一样是没有盖子的，就是外面那一边的镜片是没有盖子，所以也是一样，看完就是要赶快放回袋子里面。然后它旁边这个防丢绳的设计呢，它有一个快拆的设计，所以你就是看起来是你可以直接放进去，然后你要拿下来，只要按一下，你就可以轻松的滑出来，你不用一直永远绑在上面，就是有两条绳子在这样晃来晃去，你要的时候就可以轻松的把它拿下来。然后，那旁边这里的防丢绳还有一个还不错设计，就是一个快拆的设计，就是你的防丢绳可以直接插上去就可以装上去，那你要拿下来也按一下就可以轻松拿下，你不用像是其他的就是永远绳子都在上面，那你可能就是只是想要这样看，然后下面就挂一条绳子，这样子很智障。那这个。这望远镜下面还有给你一个四分之一的接口，就是你可以把它架在脚架上啊，什么上面都可以，就是有一个四分之一的接口，这也是上一个没有的。
那这个望远镜下面还有一个四分之一的接孔，这就可以接像是三脚架啊、各种脚架啊，或者是各种配件，你想要加在这下面都可以让你慢慢。那这个望远镜下面还有一个四分之一的接孔，就是你可以放在摄影的三脚架上面啊，就可以让你比较稳定，或者是单脚架上面啊，或者是你想要装什么都可以啦，就是下面有一个四分之一的接孔。然后这边，然后它眼睛接触这边，眼睛接触这边，它两边都可以来调整你眼睛距离镜片的距离啦。就是你望远镜可能是稍微离镜片有一个小小的距离，那你可以用这个。那这个眼睛看的这边呢，它有一个可以调整眼睛距离镜片的。那眼睛看的这边呢，它有两，那眼睛看的这边呢，它两个眼睛的部分都可以来调整这个眼睛跟镜片的距离，它有一个这个软软 QQ 的孔啦，然后你可以来调整你固定你眼睛跟镜片的距离，你比较好就是放上去，你可以马上看到东西，然后你要收纳的时候，你也可以轻松把它收回来，只。